AY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天针对了法院及检察署法警的体制现况提出了检讨，也接受备询。有立委就指出，近年来法警或是监所管理员在原住民族行政特考所提出的缺额越来越少，建议可以再增加相关的名额。监所管理员在过去都会提报到这个原民会，也就是考检部所主办的原住民族行政特考，但是最近几年比较没有提报，应该有继续啊，有继续在考啊，要列入。我们基本上针对原住民地区的哈，监所管理员在考原住民特考里面有，我们回去再检视一下，再检讨，好不好？法警也是一样哈，每年都有提报缺额哈，但是不够。原住民在我们监所里面表现是不错的，我们也有原住民的监所首长。面对立委的指正，法务部也认为的确有必要在原住民族地区的监所提供原住民族特考的名额。虽然目前法务部已经有在培养优秀的原住民籍监所所长，但是未来会持续的培养相关的人才。